2月25日消息，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薛凯琪昨天举行新碟签唱会。早前患重感冒还没痊愈的他，虽已退烧，但仍咳嗽以及头晕。原本取消现场献唱，最后决定坚持扶着麦克风唱两首歌，答谢捧场歌迷。期间见歌迷送药箱，即以他名义捐了13333港元到慈善机构，立刻感动到哭。薛凯琪表示，活动后就要飞往北京宣传电影及举行新碟音乐会。他还笑着说，我应该已退烧，你们不要告诉海关。